兄弟们，接上一个视频，现在咱们把这个稻穗给挖出来的，你们看，太大了这只。现在把上面的泥土全部挖开，不知道有多大的，少说应该有个十多斤吧。哇，这么大吗？这个鳄龟，这也太大了吧！现在看能不能把它扯出来的。哇，实在是太大了，好重，直接拉不出来了。现在再把边上的这些泥土给它铲掉，必须把它给挖出来的。哇，这么大吗？这个鳄龟可能有个20斤重，太大了。现在把它翻过来，你们看，特别大，特别肥。喜欢户外的朋友们点点小红心，稍后咱们开启直播，就在这边抓货了。大货挺多的，这边你们看，里面还有洞口，等一会儿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的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